要知南传的呢啊，这十三个科行是虾米啊？内呢是关于这个假设啦，这里呢就是请的咧花布的假设啦。在印度还古古的点声，人买三宝和路啊，一年少啦，所以古的多的去求啦，上巴汤啊，还是去咧望啊，要去求，阿咧啊。布人去割了的啊，人包的死的人，人死了啊，那个一人啊，一个啊，咱在跪教的人啊，一人死了，包包包用布包下面啦，然后摕去带啦，特别在印度啊，古的人无带啦，一人摕去烧啦，还是无摕去下地的大巴啦，哦，金烧车下面。了耶，这个布呢包死人呀，分的多地走去捡啦，捡了这个脆布啊来做假设啦，所以在布一人弹掉的呀，不是讲大地布，细细地细细地布啦捡起来，所以这个出家人的假设那个难情啊那款是对不情的点声啦，不的点声不情啊那款的假设啦，不然是看咧假设呢有。一来一来的啦，因为一接呢，佮了细细地播啊，接来听啦。要做头这里靠行啊，就是用这里啊挂播啦、吹播啊来做假设。我这里靠行呢，就是讲有三条假设呢啦。这里地面呢有两条啦，要靠呢啊那个沙龙啊那款呐有一条啦。啊，无卡假啦，这里是佛的教法啦，叫伊多地修三个假设尔啦。啊，咱等人来讲三依波啦，有一个八啦，一个波，佛家诶，加三个假设啦。